张勾结害我们不能开大会。是个什么鸟规定嘛？智商有问题的你才能不要攻击人啊！是政府真的头脑有问题，跟人家签了一个，那你不能开演唱会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台湾的我在造的。抱一下这样。哎，今天是你主持的。对，我要恭喜你。哎，是，王子叫出事才轮到你。不要在那边偷一下啊。最近最红的动作你要做一个啊。对，搞不好他们还拿普利兹奖。对，结合时事，你看这里，然后手机这样，我想看那里要很真理，然后我站在这里。我有那么容易中计吗？刚刚准备礼物，跟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。小小的礼物，它这个是两个小水晶酒杯，酒杯有时候现在会兑小酒杯，所以怎么哭了？不好意思，水晶酒杯这个友谊长长久久。你可以，你在换烟味缸吗？我不喝酒，但是我会抽雪茄。酒杯当天杯刚好，真的，而且连送两个。我现在一个人住，情绪来得好突然哦。我们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，是现在演唱会很厉害，我已经不开小巨蛋演唱会了，做生意嘛，然后我也安排了，好不好？跟大家正式宣布，我要开大巨蛋。这个什么鸟规定嘛？智商有问题的你才能不要攻击人啊！不要攻击，买。对啊，今天记者会买。这个市政府真的头脑有问题，跟人家签了一个，那你不能开演唱会。啊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决定了，我加入蓝火队那个球队，假装打棒球，然后一半以后音乐响起，我开演唱会。谢谢宪哥，谢谢宪哥。各位现在期待我的大巨蛋演唱会。张三勾结害我们不能开大会。不要攻击人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台湾的我在造的。我跟你讲这些话都是陈巧东要我说的。谢谢啊，把妈把麦克风先收下来。再次掌声给宪哥，很容易掉进宪哥的坑，每个阶段吧，基本上每一张唱片，我们都会上到宪哥节目，而他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梗，很容易会掉进他那些梗，好像我变聪明了，感受得到，感受得到哈，因为你刚刚一直不跳他的洞，对。